乱到爆，头发超乱的。现在辣妈完全不知道我帮她买一个小蛋糕。你大姐买过来哦。买了。哦。好不好？你大姐，你帮我开奖品店啊。哦，你今天你乖好了好了，这生日蛋糕哦，要我吃哦。对啊。要我一个惊喜的哦。哦，真感动。各位大家早，我今天起的算还好，对，因为刚处理完阿妈的事情，其实就这几天还蛮累的，所以睡得比较晚一点。然后我今天就是知道辣妈生日啊，可是其实正常来说我们现在是不能过节日，当然就想说买个蛋糕给她这样子，我就买个很小的蛋糕。对啊，现在先上去楼上，那早上我出去。然后我昨天我买一件外套给他，防晒的，送给他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就先上去吧。你别过来哦，我这边是片哦。乱到爆，头发超乱的。见谅一下各位，头发真的乱，太热。等下整理，然后现在辣妈完全不知道我帮她买一个小蛋糕。你大姐买过来哦。我买了。非常精美啊。老婆，你大姐，你帮我开奖品店啊。今天你乖好了好了，这生日蛋糕哦，要我吃哦。对啊。要我一个惊喜的哦，哦，真感动，非常之感动。我你搁会记住我讲今天去生日？嘘，各位低调。哦。对，因为我们太惊喜了。我们刚处理完阿妈的事情，然后其实照传统习俗来讲是这一年是不能过节日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过节日，我们今天算是吃个小蛋糕，这不算生日蛋糕啊，小蛋糕。这不是小蛋糕啦。哎呀，是姐，那个哎，这好像是布丁啦，布雷啊，布雷啦，甜点啦。对了，所以因为吼，我知道吼，有很多我们的亲戚朋友都有在看我影片，然后也怕说吼，他们看了之后觉得说哇，怎么家里有这样的事情，然后好像很开心，其实没有啊，只是说因为以前啊，辣妈自己生日，我们从来都没有给她买过什么蛋糕。啊，是因为刚好这一次想说，哎，有听他前阵子在讲说这个事情啊，啊，我想说，哎，不然今天就顺便买个，我刚好出去买饭，大家都有看到，我买一堆东西要吃啊，哎呀，顺便刚好经过金矿，想说啊，不然就买个这个东西。对啊，因为亲戚朋友哈，有些看到会觉得说怕他们多想啊，啊，我觉得也不要说让人家觉得说好像没有尊重传统这样子，所以买个小蛋糕啊，吃个甜啦，哎呀，吃个甜啦，这样子，吃个甜啦，讨个吉利这样子，哎呀哎呀，你看呢，羡不羡慕呢，网友们啊，啊，因为吼，讲到这个吼，因为男生也是很贴心的哦，对，啊，讲到这个吼，最近因为吼，就这个大家都有看到我都会分享一些家里的东西啊，然后这次又买这个小甜点、小蛋糕给我大妈，也不晓得这有的亲戚朋友吼会不会又想太多啊？因为这个是跟大家聊聊啦，有耳闻哦，一些这种亲戚朋友啊，就觉得说我跟 Leon 啊，我们家里现在好像过得很好啦，就觉得说我们好像现在生活日子很好这样子啊。对啊，因为有也有听有跟大妈在聊，就觉得说吼，
我们其实没有说什么叫过得很好啊，其实就是为了让家里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，我们不得不这么拼啊。对，因为 有些人看到我们好像发文啊，拍拍影片啊，觉得生活过得很富裕啊什么的，其实我们如果生活过得很好哦，不用每天工作那么久，然后一天都只睡四五个小时，然后我们在忙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都已经在睡觉了啊，所以说哦，这个一些很少在来往的亲朋好友哦，看到一些我们的近况哦，感觉好像我们过得很爽，我觉得也是想说哦，如果这支影片你们有看到哦，真的不用想太多啦哦，对不对吗？嗯，对。我讲完有得力吗？有得力。我不要只看表面啦。哎呀，不要只看表面啦，不要只看到别人得到的成果，你要看他过程中牺牲了多少，付出了多少。我这嘛粗茶淡饭尔，对不？亲戚朋友啊，我这食这粗茶淡饭尔，食这微波食品，这披萨哦。嘛是安尼尔。嘿啊，一顿嘛食百几块尔，靠有啥物？贵要说好，对不啦嘛？对啊，不要说看到戴手表都说我们好像啊过得很富裕，对啊，还很奢华的。对啊，手表这个真的就是当初为什么会买这颗手表，就是真的只是给自己一个犒赏，然后肯定自己这些年的付出，出社会这么多年了，只是这样子而已。哎，我们也没有说哦，手表戴着啊怎样哦，全身名牌哦啊，出去跟人家炫说哦，我戴什么。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，因为对我来讲，我都觉得说，我们拥有这些是只要每个人你肯努力，你跟我们一样付出努力，好，你愿意做这些事情，愿意去付出，你也可以拥有。只是每个人选择把这些钱变成你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已。那我们也只是把它变成我们自己想要的，对。啊，这辣妈你先吃一下哦。哦，我要吃这个啦，哦，真感动。都咖喱。六十几年来第一次生日吃到这个甜点的，第一遍。无啦，阿妈是无你做生日的啦。系啊，啊，阮今日嘛无做生日哦。对啊，只是吃一个甜点而已啦。系啊。一个意思尔，因为我还是尊重传统啦，家里的大长辈嘛。啊，因为很多网友其实都有关心，所以这件事情在前几天也已经全部都圆满了，所以。也蛮谢谢大家的关心的啦。哪里可以变？泡，咖喱泡，好，安尼来，你，好你坐，哎，你坐，啊，你甲观众开讲者，你嘛做久无上镜头，好你 solo 者。嗯，那么今天真的很惊喜啦！从生他们到现在哦，第一次哦，生日秒这个甜点给我吃，我也没有在过生日啊吃。蛋糕啦，生日蛋糕的没有啊，真的很好吃啊！我的心哦，东西贵不贵哦，不在意啊。小廖啊，哎，好，小廖，生日要送爷爷那种。当然，这是给辣妈的小小礼物啦。又搁一个，又搁一个惊喜啊啦！小礼物，这个是，这不是生日礼物。这是小礼物，这不是业配，就是因为辣妈有时候，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时间，每一次都在辣妈去看我爸，然后他去搭捷运的路上必须要骑摩托车，会有紫外线嘛，所以呢，我就买这一件防晒外套，要给辣妈。哇，你看啊，网友们啊，多么的贴心啊！还故意买一个水蓝色啦，因为辣妈不喜欢黑色嘛。来，气醒一下，看看啊，气醒一下。因为老妈乱在你讲吼，哎，我这手拍到吼，那个斑点呐，多么的善解人意啊！哎，今天来当面哦。知道我，那个晒太阳，哎，会啊。安尼也脱起，安怎我提起透气抗 UV， 才要安尼，甲绑起来。哎，哇，真正。嘿嘿嘿嘿嘿。安尼拢袂变，安尼拢袂保暖啊，拢免惊太阳晒啊。还有一个这个，来，等六串。加哇，大拇指啊呢？大拇指可以套住哦，骑机车啦。嗯，骑机车可以这样。赞赞赞赞赞！加料啊！加料好吃。礼拜吧。赞赞赞赞赞！礼拜个好。希望你的频道怎样？收视长虹。收视长虹哦。嗯。今天的礼物都实用诶，你也慢慢来吃，而且香气。嗯。好。
没意思啊。拜拜哦。我退场了，嘿嘿，退场了。